Thank you.
算，从台北到高雄一点四点四十分就可以到高雄，最快最高级的一种列车。但是呢，电气化之后，自强号要跑130，速度比它还快，它已经不是最快的，不是最高级的，所以它被降级了，降级为对号快车。我是那个时候才开到，也是对号快车才开到，所以我是开第二手。好，还有很多的空位哦，再邀请。这个是历史性的一个，好，所有的铁道迷朋友，我们这个记者媒体先生小姐，为了满足满足哈，刚刚跟他说再见哈，这次是历史性的一刻了哈，那么时间越来越迫近了哈，我们那个音乐稍微大声一点点好不好？再见了，不用啊，不用怕离愁哈。虽然有点感伤哦，离情依依啊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啊，希望期待能够再相逢。好，我希望等一下我们白铁移动的时候，所有的嘉宾都能够来跟他挥手道别，跟他挥手道别。我们希望不要带着感伤，我们面带微笑，好不好？跟他带，跟他说个再见，好不好？感谢，再感谢，好。
Thank you.